里声声带我们回那条胡同，要阳光穿梭成雾和微风，骑着车追逐的青葱，记忆中那座红墙琉璃瓦的故宫，与喧闹的生活不同，古朴宁静贯穿着平凡不平凡的春夏秋冬。一些话语好像一粒种子在青春生长，改变未来模样，有谁知道不声不响。曾经或许以为梦想在远方，想快点长大，有人等待，有人去他乡，未来多漫长。如今各自走过悠悠的时光，我们都长大，终于认定爱才是信仰，不用再流浪。当年提出的问题慢慢在岁月间中找到答案，谁追过梦不留遗憾，最后回到这来过吗？小时候来的，我记不清了。快到了，走吧。就是这儿。真的是。说是暖气管冻裂了，到处都是水，让咱们赶紧回去看看。厉害吗？不知道啊，快换衣服。小雪，把坏自己解决了啊。哎，电话里说了是哪个组漏水了吗？没说呀，不知道。千万别是我们组，居然本来就脆，再一受潮可怎么办呢？宋年，我们中午可能回不来了，你对，哎，我买了去啊。哎啊，对了，你别忘了照顾一下那个小雪，交给我吧。好，走走走，哎，啊，好，好，好，知道了，这就过来啊。老林啊，别看了，快点，快点，咱们那个修复院的暖气管子冻裂了，让我们过去看一下。衣服，赶紧。是吗？对，妈，哎，干嘛？妈，你帮我扎完头发再走呗。来不及了，你就披着吧啊。嗯。帮我把柜子锁上啊。嗯。拜拜，注意安全啊，宝贝儿啊。妈，你别动手啊，这是你未来儿媳妇吗？
镜，魔镜，告诉我，谁是这个世界上最美的女孩？林诗音。嘿嘿，你真是个好魔镜。同志们，大人们都走了，是时候行动了。我叫邵雪，本该出生在这样的大雪天，可惜我太皮了，提前两个月就蹦跶出来。我妈说我一出生就对世界特好奇，眼睛滴溜乱转，谁叫也不听。直到另一张小脸的出现，又胖了，就是他，郑素年，这世上我第一个正眼瞧见的人。我是酸辣炮。走吧。走吧。小雪，石英，妞，咱俩是一个季节的吗？妞，咱俩是一个年龄段的吗？美少女怎么能穿秋裤呢？我妈非让我穿。呀，我忘叫吴欢了。来了来了。哎，谁叫他呀？我叫的，快进来吧。啊，快进来。就能修好了。来，师傅，嗯，放我这茶，拿点针。哦。哎呀，人动点没事啊。你把这些东西送回来了。是。师傅，我看这也没什么点儿了。那个，要不中午咱们去吃涮羊肉去吧，给您暖暖身子，别冻坏了，好不好？啊。算了，改天吧，啊，改天。也行，那要不今儿您就回去，回去歇着，别在这冻了。我盯着就行。回去也是一个人，跟在这儿啊没多大区别。嗯，行，那我陪着你。师傅，快拿暖水袋暖暖手吧。怎么回事啊？哎呀，机器组那边漏了。哎呦，这院的暖气啊，早就该修。是，师傅您先回吧，这边有我呢。我一人回去也没什么事，你回去吧。你不素年还在家呢吗？素年哪用我照顾他呀？这孩子最让人省心了。啊，您就别操心了。我去机器组，哎，你带着啊。行。哎，师傅那雪挺厚。挺滑的，你小心啊！哎呀，收拾完这些，我赶紧去趟库房看看，别受什么影响。哎呀，没事儿的，库房有恒温系统，你就别瞎操心了。哦，对对对，我真是操心不弄。你说这大周末的我不在家，我们家那个疯丫头是又放飞了。人小雪都是大姑娘了，你就别老这么说她了。这再大。也是个疯丫头。哎，同志们，人生最神圣的一刻就要到啦！至于吗？不是涮个火锅吗？对呀，门口就有啊，请客。啊，那不一样，成长的第一步就是自食其果，啊，不对，是自力更生。你想想呀，自己动手多刺激呀，一下子就违背了三大禁令：玩火。玩刀，聚众胡闹。但是我们每周都聚众胡闹啊，不是每次都被苏年哥包装成学习了吗？我是被迫的。哎呀，时间紧，任务重，我来分配下任务吧。苏年哥，你负责菜；张琪，你负责肉；你呢？我负责吃啊。要不我跟苏年哥一起负责菜吧。你这泡面好了没？哎呀，再等一会儿。哎，等一下，我有一个问题。咱们不会就用这个锅吧？这锅怎么了？一点仪式感都没有啊！
你爱吃吃，不吃回家去。哎，我家有一个锅，我爸最近刚淘来一个景泰蓝的锅，我就把它搞过来。那我和你一起吧。遇到问题，及时告诉我。嗯，靠谱，行动吧。等会儿。秦哥，秦哥，哎，你们干嘛呢？我们在网吧门口。能干啥呀？你干啥呀，秦哥？买肉去。今儿哥几个涮火锅。涮啥火锅啊？尽力打一局。不了，答应好了，走了。哎，别呀，秦哥。秦哥，里头有个人老嚣张了，说是董二环红警无敌，这给兄弟们虐的。在我地盘说红警无敌？嗯。走，我有关二爷温酒斩华雄，今儿看鸡爷买肉路上对红警，走着。包菜，再来一个。这样太明显了，肯定被发现。那我换个小的。这样。干嘛拿下呀？哎呀，我这刚炼的漆釉，明儿个又得重新晒。哎呦，又得忍着难闻的呛人的味儿了。哎，这够呛能用啊。这老木头最娇贵，不能朝又不能动。你还总往家里搬这些老物件，有古韵呢。得了吧，咱闺女都快被你养成古代人了。总有人问我，林时音这个名儿啊，是真名吗？哎呀，古代人多好啊，知书达理，哎，婉婉有仪。钥匙呢？我爸走之前也没告诉我。要不你直接砸开得了。那不行，叔叔知道了不得骂死。那你说怎么办？你有发卡吗？嗯。你还有这手艺呢？我看电视上挺简单的。谁干的？以后要走正道，歪门邪道没那手艺。那现在怎么办呀？总不能用张琪家的泡面锅吧？一点仪式感都没有。你们家有螺丝刀吗？你要干嘛？把它撬开了。有时候要换个角度想问题。师傅，咱们可小心着点啊！别地儿淹了都没事，这些文物可不能有半点闪失。呀，没事，你放心吧，人家是专业人员。嘿，素年这稳重劲儿啊，太像你了。是啊，绝了。三、二、一。螺丝刀。
天哥厉害呀、啊，就差张琪的肉了。完了完了完了！不错吧？仪式感就这么上来了，是比刚刚那个泡面锅强多了、啊。那可不。张琪怎么还不回来呀、啊？乌鸡羊肉。事情的经过就是这样的。哎呀！你说你把肉送给了街边的孤儿寡母？对啊，一对孤儿寡母大冷天的站在路边，多可怜呢！我实在是不忍心。你给人家生肉，人家怎么吃啊？谁家还没口锅呢？哎呀！哪买的？牛街。哪送的？也是牛街。买了几盒？七八盒吧。多少钱一小时？1.5块。好了，别闹了，我家还有几盒肉，先拿来吧。怎么样？怎么样？你们屋损失严重吗？哎呀，幸亏发现的及时。嗯，万幸啊。就是。哎，走，咱们大家好不容易凑在一起，要不然中午咱们一起吃饭吧？啊，改天吧。啊，我们一天没着家了，我还担心我们家小雪没饭吃呢。哎，东哥，你放心吧，我都交代给素年了。走，真的，好了，太好了。欢欢，加油！啊，好。还有几年的坑，当时太过分了。那如果要你在他们两个人里选一个嫁了，你会选谁呀？张琪吧。啊？为什么呀？因为他没人要呀，我得仗着点儿。也是。谁没人要啊？我的心里边可是只有赵灵儿一个人呢。赵灵儿谁啊？咱学校的吗？游戏里的。出息！你们快出来看看呀，这火烧不着啊！来了。怎么办啊？烧了半天也没烧着。那怎么办呀？再不折腾他们就回来了。我有办法了。来来，小盖，你干嘛呀？火上浇酒，别！哎哎哎，别！小心！啊！啊小雪，妈，你干嘛呢？我学习呢。学习趴在桌子上学呀？哎呀妈，你先回去吧，我学习完了就回来了。老林，这不是你那个景泰蓝啊？他这两天也别想出门，我也喝出去了，我什么都不干，我就看着他。哎呀，不至于的。
孩子们就想涮个火锅。行了，你别再护着他了。那火锅是孩子能玩的吗？要动刀还要动火。你今儿不也看到了，差点把房子给点了。真要出点什么事儿，这街里街坊的还怎么处啊？哎，如果听你这意思，合着咱们老几位这个交情比咱闺女的命还重要啊？这是重点吗？你一个修钟表的，你怎么就听不出来准心儿啊？啊，是是是是是。重点是，这个孩子背着我们，他搞东搞西的。是是是是。这孩子，不是你这紧眉瞪眼的干嘛呢？我都替你着急。你说说现在这帮孩子啊，还把咱们当父母的放在眼里吗？你也知道。哎呦，你咱们这气得不行了，他们没准还偷着乐呢。所以说，越想越气。对呀，你越生气，你就中了他们的计了。哎，索性咱们干脆换一招。哎，不管了，爱干嘛干嘛，咱全当就没有这个人。小雪，妈，你干什么？全当没这人，没这人，不生气。我这看着看着，他还让他跑了。算了，我去买菜去。啊？怎么又买菜啊？我怎么知道啊？你说家里那些菜，他又没了，不买吃什么呀？太难了，终于跑出来了。玉阿姨竟然能放你出来，还好有我爸。哎，苏年哥，今年阿姨没有骂你吗？没有啊。我要是有这样的妈就好了。你叫我们出来干什么啊？我游戏都没打完呢。哦，陪我去趟文修院，有件大事儿，走吧。什么大事啊？我马上要成为大艺术家。待会儿给你们看我的家伙。什么家伙啊？来，看这里，看这里。你们干什么呢？已经被我拍下来了，老实交代。要是好人我就删除，坏人我就报警。大爷，我们是文修院的家属。我不管你是谁，没有工作证一律不准入内。大爷，我们作业落里边了。你作业落里边了？你太子啊？走走走，这就能随便进吗？出出出出出，快点走。哎，干什么呀这是？哎，罗爷爷，罗爷爷，罗爷爷。你有什么话跟那门卫好好说，是吧？罗爷，你怎么没回去啊？我回什么呀？我今天早上起来掐指一算，有三个小孩要来捣乱，我就没敢走。罗爷爷，我这次来是为了正事儿的。什么事儿？不是申奥成功了吗？我们班呢让画奥运宣传画，这事儿呀我给揽下来了。那就画去呗，上这儿干嘛来啊？哎呀，我妈嫌我成绩不好，不让揽这事儿，这不躲您这儿来了。行，但待会儿那个你们就在金莲阿姨那桌上画，好不好？啊，我打水去。哎，不许乱动我东西啊！放心吧。谢爷爷。来吧，给我欣赏一组大作吧。哎呀，等一下，我怕亮瞎你的眼。你看，怎么样，厉害吧？哎，算了，给你介绍一下吧。这是比萨斜塔、悉尼歌剧、埃菲尔铁塔。这个我知道，秋裤。你穿秋裤这么肥呀？思年哥，你看着帮我润色一下呗。润色不了，只能重画。啊？重画？那你们俩画吧，我去蹲鞋了。
比我画的好了一点呀，这好的是一星半点嘛。我什么时候才能去这些地方亲自看看呀？想看，一会儿咱们就去这儿看。想看就看吧，有些风景变化太快，再不看就来不及了。素年，你现在说话怎么越来越像隔壁张大爷？断了，肯定是你太重了。你闭嘴！哎，算了，等我爸明天来修吧。你俩谁带我呀？我这车没后座，苏年，这回交给你了。让那车了不起呀？上来吧。还苏年哥？等一下，你先坐一边。快点儿。等我，走吧。走喽。你们晚上什么活动呀？我妈明天回来，今天晚上赶快把出去打通关。你就知道我要走到张家呀。我这一天天的伺候老的，我伺候小的。没有一天是省心的。说得对。唉，小雪现在上高中了，你就别由着她的性子让她胡闹。你说上小学的那会儿，她是班里的尖子生，这上了初中，成了中等了，这上了高中了，别人都在进步着，她倒好，成了拉后腿的。说得对。你说，从小到大，这作业呀、家长会呀，都我去开。我要真让你去给他开个家长会，你都不知道他在哪个班上。别再惯着，别再宠他了，还跟你称兄道弟的。哎，你是不是修钟表修的，把脑子给修傻了？说的对，说的对。你今天晚上别吃饭了。那不成。苏年哥，那我回去了。等一下，岳阿姨还生气呢，你就这么回去啊？嗨，她说两句就完了。哎，思年哥，你真好，我走了。啊，我回来了。哟，闺女回来了。妈，我不是你妈，我们家没你这个人。哎呀妈！妈，妈，一日不见，甚是想念，被子薄里还望笑纳。哟，别来这套，你今儿这错是犯大了。我饶不了你，妈！我已经知道错了，你就别生气了嘛，不要生
你就饶了我们父女俩吧。妈妈，媳妇儿，妈妈，老婆，老婆。哎，行了行了，你少气我点比什么不好？挺好看的，嗯，好看。我给你那点零花钱是让你买吃的，别买这些乱七八糟。嗯，行，给你们做饭去。妈，您最美。爱你哦。洗手，没吃饭。哎。妈，吃饭了。哦。老郑。啊。那电视老有重影。啊，那，先吃饭，吃完之后我修啊。嗯。快吃。我爸那是修文物的手。我还帮你画过小学黑板报呢。画过一次，说了十年。今天这事儿是谁的主意？大家。哦。要是你的主意就好了，像个小孩子，会闯祸，那才可爱嘛。嗯。妈。少看点电视剧。老郑，啊，儿子说我。哎，你看看，今天我炒的辣白菜炒肉啊。哎，好香啊！我电视里面刚看完。妈，嗯，我吃饱了。我去找张琪跟素年哥了，找他们干嘛呀？素年哥说，给我们辅导功课。在家里待着吧。你说你都大姑娘了，别老跟男孩在一起玩啊。我是真的有题不会。你这题不会，肚子疼，这两大借口用了多少年了？啊？谁还信呢？嗯。您肚子疼这事儿吧，还真得您可信谁有？妈，那我走了，早点回来吧。妈妈再见。哎呀，还是小的时候好啊！你说把他抱在怀里多安静啊，这长大了就知道往外跑。嗨，老话都说了，3岁看大，7岁看老。他小时候就不让人省心，你还指望着现在老老实实的？你说我怀了10个月，我就是为了生出这么个冤家来吗？嗯，你们8个月的时候就提前出来了。8个月还少呢？不少了，不少了。我的意思是说，为人父母真不容易。哎，你说我这费心费力的，就是为了把这个冤家养大。说的对。凶多吉少的。哎，你看你这孩子啊，在家吃火锅呀，你天天把咱们家给撵了吧你！我自食其力。自什么食？其什么力啊？
我几天不回来，你是想上房揭瓦吗？你说话这讲道理？大家找哪天玩了？半天了，你这几天没回来了？都两周了。你一进门的时候，我以为是哪个大妈来了呢。哎，我今天要是把你打死，我告诉你，我今天要是把你收拾立正了啊！你就是我妈。你这性别不对啊！你要当我也是你爸。我，你这杂志主编也不讲道理啊！这要是让别人看到了，明天你们杂志的社会头条就是你自己个儿。女强人关键不认人，你把胆打死亲儿子！我怎么生出你这么一个小男孩子？我，哎，我。救命啊！阿姨好。哎，好好好，阿姨好。嗨，这是张喜这孩子，我几天不回来，你说这张喜这臭小子太懒了，连垃圾他都不收，家里都有蟑螂了。哎呀，我们家姑娘几天不见，越长越好看了。妈，素年帮我们俩辅导功课，我先走了。哎，行。等你回来，我再收拾他。哎呀，素年啊，有你在，阿姨就放心了啊。哎，走吧，走吧，去吧。阿姨，再见。哎，再见，再见，再见。张阿姨，再见。阿姨，再见。啊，张琪，你能不能别惹张玲阿姨生气了呀？他一手把你拉扯大，不容易。妈，你怎么不扔到少雪身上了？妈，你扔一边去。我跟我妈就这样，打打闹闹情谊长。你们没发现，每次我跟我妈吵完，老母亲容光焕发吗？是气得冒烟吧？咱们晚上什么活动啊？反正我现在也回不去家了。都这么晚了，要不散了吧？别呀，要不咱们去找吴欢。好呀，好呀。哎，那个是不是吴欢啊？欢欢，吴欢，干嘛呢？堆雪人呢。吴欢，怎么在这堆雪人啊？想给诗音一个惊喜。你们干嘛呢？有活动不叫我呀？等我啊。帮你一把。我们给这个雪人起个名字吧。好啊，就叫他赵小雪。不行，叫张小琪。赵小雪。张小琪。赵小雪。哎呀，今天跟你起一个。那就叫琉璃瓦吧。要不然叫小瓦吧。好啊。小瓦，你怎么那么长呀？不要说谎啊！哎，孙师傅，您这怎么亲自打水啊？徒弟们呢？年轻人练手艺，我练练腿脚，两个耽搁。你这腿脚再练不行了。你找茬呢是不是？什么找茬？谁腿脚不行？你追我，你追我！这俩老爷子太逗了。谁腿脚不行啊？谁腿脚不行？你老谁腿脚不行？张琪，你快点，要迟到了，不要磨磨唧。来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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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哎，过年了，买肉夹馍呢。好了，那阿姨好，哎，马上就好，别急啊。快贴上了。对了，苏年哥，今年阿姨生日要到了，你送她什么呀？到时候就知道了。还有秘密呢。张琪，你呢？到时候就知道了。你们两个怎么回事呀？我们男孩的心思你别猜。来了，好了，谢谢阿姨。
谢阿姨。阿姨再见。阿姨再见。阿姨拜拜。给。喂。小鹿。张琴。大鹿。我不知道，这次又给谁点歌呀？讨厌！诗音，水打回来了，放桌子上吧。好。哎，张琪，你看什么呢？借我看看。我有，我就在医保。那你看完给我啊。好。咦？哎哎，给你看个好东西。什么？厉害吧？我好不容易才弄到的。你要送这个给静宁阿姨啊？怎么可能？过两天来我家看着呀。嗯。哎，爸爸。嗯。过去来看。好。大家好，我是今天的播音员林诗音。接下来我将播放一首歌曲，是由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同学为高二一班顾卫义点播的《小李飞刀》。现在怎么什么人都能当播音员了？哇！秀姐，素年，你找我什么事儿？有个事儿想跟秀姐说一下。什么事儿？你说吧。没有。